当女友晚上出门需要走流程。舅啊，你干嘛去啊？出去有点事啊。什么事啊？哎，闺蜜聚会。这么晚了别去啊。主要我跟别人都约好了。你阿姨啊，舅啊这么晚了他非要出去。你出去啊。不是阿姨，他可能很晚才能回来呢。哎呀，晚点没关系。不，那我去了。不是阿姨，哎，你舅啊，等等。Later。 你好，请把这张表填一下。出入登记表。妈，不用了吧。很抱歉，如果不填的话就不能放你出去。对，那你就别想出去。时间9点，地址吃不胖。不是吃不胖什么意思啊？饭店啊。哦，那人物呢？人物呢？王月，你都认识，不用写了吧。对不起，这一栏请详细填写。对，这一栏得写，赶紧写，快写。好了，给。请稍等一下，返回时间必须填写。妈，你通融一下啊。这个没办法通融。返回时间11点，你确定吗？我就确定。好的，请预交5000元押金。五千押金？是的。啊，那个，要不你转我支付宝吧。啊，这位女士，我提醒一下，如果您不能按时回来，押金是不退的，你要考虑清楚哦。不退啊？如果考虑清楚了，请按上手印吧。对，就按手印吧。啊，我今天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还是不去了。哎，你干嘛不去啊？你去啊，5000块钱先转给我呀。当我假装要和女友求婚了。小张是谁啊？没事，小张没事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你好，小张老师，怎么了？哎，您好，王先生，场地这边的玫瑰花已经布置好了，请问您什么时候过来呀？那个，你稍等一下啊，那个，哎，那个阿姨，就是我今天那个。Later。 不是你们干什么呢？赶紧吃呀。好好。过了很久还没动静，好吃的也不想吃了。你们快点啊，你外面好冷啊，快点。王月啊，你今天是不是忘记了什么？忘记？哦，你们不会是以为我今天要跟你求婚吧？啊？我知道你在等，那这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完美日记许愿星礼盒。你不是昨天还说要买化妆品吗？这里一整套能用上的都有了。这亮晶晶的好漂亮啊。快试试吧。嗯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你肯定好看呀。舅啊，这礼盒有个很重要的寓意，做你的专属许愿星，以后我还要实现你很多很多的愿望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房间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哎，这不是给求婚在求婚吗？求什么婚？我还没同意呢，赶快撤撤，哎，这个全部撤。哎呦，撤！给你脸了。哎，老婆，哎呦，疼死疼死，老婆，哎。能帮我再洗一点吗？不洗了。洗不洗？洗不了那么多。能写吗？这么乖，再奖励一个。王爷啊，你感觉这些世界杯谁能拿冠军？阿根廷啊。我也觉得阿根廷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是阿根廷？因为有 C 罗呀。Later。 秋啊，
你陪我熬夜看球，你可注意皮肤了，你早都别赖我。对哦，家里的面膜用完了，你用美团外卖帮我叫一盒吧，等会我边敷边看。那等会你自己去啊，我可不去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在抖音上搜索万物皆可外卖，外卖挑战赛，谁取得公屏少谁就取，公平吗？哎，还可以瓜分现金奖励啊。要不现在试试？喂，你输了，你快去取。谁去啊？